以前人家说上帝造人啊，他们现在没有这一套，现在他们你给我钱，我帮你来造人这样。那这两个正宫的老婆呢，帮他生了14个孩子，那其中有两个我跟你讲出类拔萃，照片登出来真的吓死你。来看一下，可以从这个阿北可以生出多帅，来我们来看看。